成龙在中国非常有名气，有人说他是中国的代表，被誉为中国龙。的确，在很早的时候，成龙大哥就给大家拍摄了很多的经典作品，一些非常好看的影视作品，像当年的 A 计划，还有宝贝计划等等，蛇形刁手都是成龙大哥的经典代表作。这么多年来，成龙大哥不仅在中国有非常高的地位，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名气。而成龙的名气究竟有多大？最近斯坦森的表情告诉我们，相信对于斯坦森，很多网友应该对他比较了解，在国际上他是非常知名的。而当巨星斯坦森见到成龙的时候，他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只见斯坦森瞬间变成一个笑脸，然后前来和成龙握手，并且还有点害羞的样子，仿佛见到了自己的偶像。不得不说，这一举动真的是爆料了成龙在国际上的真实地位。有很多网友也是纷纷表示不敢相信，原来成龙大哥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么高，相信在世界上只有成龙能有这么高的地位了吧？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